火热五月的南征北战，走过五大海选赛区，中央电视台首届全国少儿京剧电视大赛终于在6月29日进入到了决赛阶段。决赛第一轮共有12场，分为少年专业组、少儿组、少年业余组三个组别。6月29日到7月11日，为期12天的比赛，少京赛将从180名选手中选出60名，进入到8月份的决赛第二轮。6月29日至30日2天，少年专业组的30位选手在决赛场上打响头阵。在2天的比赛中，30名专业组小选手大多来自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上海戏剧学院、河北艺校等专业院校，有过几年的科班学习，因此无论是扮相、身段、嗓音，都能看出一定的专业范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届少京赛少年专业组的精彩瞬间。我是2号选手陈申月，我是10号选手杨海安，我是11号选手，我叫孙云飞。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国少儿京剧大赛决赛第一轮的比赛，分为少年专业组、少年业余组和少儿组三个组别。现场由专业评委、媒体评委以及现场的观众评委共同参与打分。29号第一场决赛为第一轮的专业组比赛。在昨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各院校的15位选手欢聚一堂，一展身手。无论是生旦净丑的扮相、唱念做打的表演，还是选手们的才艺展现，都向观众展示了京剧事业后继有人、水准颇高的可喜局面。在本次参赛的小选手中，很多都参加过和平杯、小梅花等赛事，并取得过互俗的成绩，但是这次能登上少京赛的舞台，他们无不感到由衷的荣幸与自豪，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以前的那些比赛都是业余的那种的比赛，我今天参加的这次比赛是专业比赛。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全球性的很大的一个平台，我能到这儿登上这个舞台，我为自己感到很荣幸。我在业余的时候参加过许多比赛，像和平杯，这次以专业选手参加的比赛，我感觉会更自信。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赖泽顺学习戏曲才7个月，但是他在《芦花荡》中饰演的张飞，以及扎实的基本功、生动的表演，赢得了在场评委的三盏灯。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绩，他所付出的艰辛也可想而知。他以前会翻一点跟头，然后在腿啊什么这些基本功的方面都没有接触过，什么表演呐、花脸的那种柔劲、美劲，还有那种冲劲，都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经过戏曲表演和才艺展示的激烈角逐，孟德民、赖泽顺、楚风仪、邢宇杰、边静婷顺利进入了下一轮的比赛。在向他们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下一轮比赛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这里边有专业的，有业余的，从3岁到15岁之间，我觉得我在北京赛区啊，我看了之后，我最感受深的，我觉得还有这些名校啊，这些名校有很多这个什么实验二小啊、中关村一小二小的，这些人大附中的这些学校的孩子们能够这么重视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京剧艺术，而且小孩们的这个表演行当不同，是吧？也都挺下了功夫的啊。还有咱们这些专业的艺术院校，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视。我想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这些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同时，我想，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大家要携起手来，是吧？真是为了京剧的这个弘扬和发展，我们好好的努力。7月1日至3日，3场少儿组的比赛中，活泼可爱的小娃娃们，年龄最小的才3岁，他们唱起戏来奶声奶气。
走起台步也有点颤颤巍巍，蒙自当道的表现乐翻观众，充分将快乐京剧发挥到了极致。这三天的比赛快乐多于紧张，央视少京赛的舞台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变成了乐园。这组别的评委老师们也反复强调，家长和老师不要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一定要快乐学京剧，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五名小选手为大家带来了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精彩演出。昨晚第一位出场的小选手张占阳只有五岁，可他却演出的是难度颇高的红生戏汉金口。他非常喜欢京剧，刚开始练基本功的时候他也会哭，也打过退堂鼓，后来还是他自己喜欢坚持下来了。我希望他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六岁的王子睿小朋友对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情有独钟，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出戏，才让他从此爱上了京剧。孩子在学戏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他学会了坚持。就在上次海选的时候，他连续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但是他还是坚持参加了比赛，而且顺利的晋级。那么在这次呢，我觉得也是给孩子一种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我们家长也会陪伴着他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的走下去。卖水是京剧花旦行当的一出传统戏，十分考验演员念白的功力和表演的技巧。年仅六岁的柯俊航小朋友却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花旦的动作非常难，可是我喜欢花旦，我能克服。他的悟性非常的好，理解能力也很强，你给他示范一次动作呢，他马上就能领会的好。我非常的爱他，我希望他今后能够继续的努力，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好的成绩。当晚比赛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小朋友岳子豪只有三岁，他也是本届少京赛决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今天的表现我非常满意，我想说是感谢老师，感谢中央电视台。岳子豪加油。四年前孩子买了一个这个铁镜公主的帽子，花了5块钱，然后回家以后呢就非得要学铁镜公主。我们就在网上当下来那个李胜素和余魁志的那个视频，然后我们爷俩就是玩，天天玩多少遍，玩3遍4遍5遍，那么玩玩着玩着呢还爱上了。我呢看他学，我也上老年大学学去了，我也学了3年了，我们很努力。那个来到丹东之后吧，那个水土不服，完再加上得租房子，有那儿找啊，得还得那个找看看孩子上哪个学校什么的，反正有一系列的有挺多困难，克服各种困难吧。天天只要能孩子能学习，能挺快乐，能跟学好这京剧，我们就满意了。小姐。
父辈和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在他的身上实现了。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更多的小朋友，普及到更多的京剧的知识。通过这个比赛，孩子又长大了。我看着他一天天的进步，一天天的成长，做妈妈的真的觉得太高兴了。随着十五号参赛选手刘乃佳的最后一个亮相，首届全国少儿京剧电视大赛决赛第一轮少儿组的三场比赛全部结束了。虽然这45名少儿组的参赛小选手平均年龄只有6岁，但他们却用自己精彩的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比赛，他们也收获了不少。经过12场的激烈比拼，这个首届少儿京剧电视大赛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这只是决赛的第一个部分，接下来的比赛呢会更加精彩。第一次举办呢，有很多令人欣喜、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而且呢，既然是第一次举办，我们也要摸索经验，我们也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的这个环节的设置，还是评比的标准，还是评介的方式，还是才艺表演的形式等等等，我想呢，中央电视台呢都会汲取大家的意见，使它变得更完善。为期12天的比赛，无论是成功晋级还是遗憾落选，希望家长帮助孩子们淡化荣誉和失败，回归课堂，回归艺术学习本身。老师、教学机构把比赛中的经验与问题及时总结，并进行交流探讨，得出一些少儿京剧教学的规律性、规范性的方法，这才是少京赛的最大收获。此次少京赛在央视网和戏曲频道官方微博上同步直播，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围观。有网友评价，少京赛不仅是孩子们展现自我的舞台，也是普及京剧知识、培养京剧观众的平台，这正道出了大赛组委会的用心所在。少京赛决赛第二轮将在8月火热进行，60位京剧娃娃即将再次登场。此外，决赛第二轮更有精心设计的神秘环节，敬请期待。这是一场黄梅戏新生代领军人物的选拔盛典，这是一场连通时尚的黄梅戏顶级赛事，致敬权威，畅享黄梅风潮，成就梦想，独秀这方舞台。2013寻找七仙女，敬请关注。